语言之所以可以流传下去，是因为人愿意相信虚构的故事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，有关于欲望的。每个人都有那么的一瞬间想要过另外的一种人生。有关于虚妄的。在十号套餐中，您将获得梦寐以求的生活。恭喜您已开通交换，请尽情享受您的人生。这世间一切，有得必有失。你拿什么来跟我交换呢？想当年的你，你不是现在正在吃吗？到底是谁在跟我交换？现在拥有的东西，可能只需要一面的碗。王作家，交换人生里都有这个东西，这个仇必须报。我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你了。期待一个怎样？